Cindy，我赌你不敢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最讨厌人家激我。老师说乱打119会被警察抓去关，我看应该是骗人的。我猜你不敢打。哎，阿成，你不要这样啦，Cindy只是嘴臭而已啦，他根本没有胆打啦。对啦，他乖宝宝啦。可以啦，我现在打给你们看。好啊，你打。你打，你打。119，你好，是需要救护车还是消防车？我要坐计程车。啊！计程车，白痴，白痴哦！你看我根本没事啊！你们两个，我看才不敢打吧？我才不会像你们这么训呢！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来。他们怎么了？当然，当然，来119，来。119，你好，是需要救护车还是消防车？喂，你好，我这边发生火灾，请你们派人过来，在南亚分队附近。好，你别紧张，我马上请消防车过去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你看。喂，先生你好，你刚刚有报火警嘛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有有有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地址在哪里？我们同仁找不到哎、欸。就在那边啊，你们没看到哦？没有啊，你的地址在哪里？啊，你们当然看不到，因为是假的啊。啊！哎、欸，你超屌的、欸，超强的。阿布就好棒棒。